谢谢，你喜欢哦？我喜欢啊，真的、啊、还是你刚刚问我喜不喜欢啊？因为就想说大家都很熟悉我卷头发的造型，想说换一个让大家耳目一新一下。这发色有名字吗？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、之前的发型叫做9M88头嘛，因为卷的，现在就是直发的9M88头。9M88 2.0 2.0 2.0，对。今天是第二次上小巨蛋吗？哎、欸、对，嗨，心情怎么样？这心情吗？上一次超级紧张，因为上次是当清风的嘉宾嘛。这一次因为有点像同乐会的感觉，所以蛮兴奋的。嗯，平常私下有没有上网买东西的习惯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，常常上网买东西，因为不能出去嘛。那都会买什么东西？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东西？最近很常买的东西就是拼图。因为常常不能出门的时候，想说也不要一直滑手机好了，开始做一些不需要网络的事情。有买过什么是最贵的东西？最贵的东西，网拍的话应该是衣服吧，因为我很喜欢打扮啦。嗯，这次也入围金曲奖三个奖项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？其实一开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蛮激动的，就觉得啊，终于感觉努力有一点回报了。但是现在就一直告诉自己说要有平常心，因为真的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。然后大家都很优秀。那外界的呼声蛮高的，在新人奖的部分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。得失心啊？得失心，我觉得一定是希望自己可以得奖，但是因为大家真的都很有才华，然后评审喜欢什么，真的是有点缘分，所以真的要平常心。要不要讲一下得奖之后要怎么疯狂庆祝一下？开一下。我应该。你说开一个支票是不是？啊、跳海啊，还是？哦，我当然不会做那么新三色的事情。Okay. 应该是就是犒赏一下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吧，因为他们真的超辛苦的。嗯，那你自己新人跟年度歌曲的部分，有没有自己比较想要得哪一项？我当然想要得新人，对，因为年度歌曲这个奖啊，其实我非常惊讶，因为它是要代表这个年度他的一个声音嘛，所以我也是受宠若惊，其实没有想到会有入围。嗯，怎么说？没有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这个？我是会觉得那是我的观点，我们的观点跟我们就是自己的想法，但那个年度歌曲能有这样子的肯定，我觉得蛮惊讶的。嗯，好。那金曲奖还没到嘛，所以想先问一下七夕好、嗯、七夕怎么过？七夕吗？七夕不是就下礼拜？是下礼拜26，下礼拜我跟我的同学们要去爬山、嗯、对，想说做一些户外活动啊，比较开心一点。情人吗？嗯，你有情人吗？我有，我结婚了。啊、哦，你也结婚哦，很棒。我还没结婚，所以我就寻觅适合对象。嗯，跟山友没有想要交男朋友啊，大家都想要交，都想要有对象吧？会啦，会啦，对。所以如果约会会挑那种山区比较偏远。山区吗？因为不是，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大家喜欢在那个人挤人的地方约会。但现在我觉得，特别是疫情，就不能人挤人，你就我建议大家都可以走出户外啦，就会好一些。嗯，好。Okay. 谢谢。对，让他们把戏成果一样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对对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的笑容，我都是很好。对。哎。OK。OK。还可以试，好吗？
现在有宝宝啦，是会上网买东西给宝宝用吗？就大概是尿布的部分，对，湿纸巾，对。嗯哼，那演出结束是赶快回家帮忙喂奶。啊，老婆有在喂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专心工作，对。不够适应，倒是还好，但因为女儿还是像凌晨的时间还是会起来哭，对，就我跟老婆一起起来喂饱她这样的，其他都还好，还适应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因为88节刚过，是你的爸爸亲戚怎么过的？父亲节哦，怎么过啊？跟岳父岳母，然后老婆的家人一起在我家就小聚一下，这样。对。那情人节要到，有没有准备礼物送给老婆？情人节哦，我就看看，对，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在特别的过七夕情人节，对。快收工回家，想要就是七夕的部分想要煮饭给妻女吃，可是女儿现在还小，没办法吃。吃什么东西？是你煮的东西。啊，当然现在没办法，对啊，我就煮给老婆吃呀，对啊，太太吃。老婆吃跟女儿吃也是一样的，这样。哪一道菜她最喜欢？哪一道吗？哎，我煮什么都，他们就觉得好吃。所以手艺真的蛮好。我自己是很喜欢我自己煮的菜，对。哪种菜？辣炒年糕，泡菜锅，还是大酱汤，凉拌小黄瓜，凉拌豆芽，对，还蛮多的。那因为刚才阿令有谈到他不排斥再怀第二胎，那你的排斥？不排斥啊、哦，不排斥哦，吓死了哈。我也其实没有在排斥，对，就是顺其自然这样，对。所以很快就有机会听到你又当爸的消息了吗 ？I don't know， 顺其自然。那之前有问过，就是说有没有考虑要办婚宴的部分？后来是去跟太太商量过，会有得到消息。就还是因为目前阶段是小朋友还所有状况就是都要看一下稳不稳定，对。那之后有我们要。办这个喜事的话，还是会跟亲朋好友们说，对。会不会觉得大孩子很辛苦？今年帮你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啊，然后你要不要送她一个情人节礼物啊？要，我觉得要。我想一下。对。有没有经费的上限或预算？其实我觉得礼物这个东西就是心意最重要，对，所以。看看老婆最近需要什么，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